他把骨头全给嚼软了。嗯。嗯 ，OK， 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给这个拉盖跟那个太子准备的鸡头，鲜鸡头，今天让他们吃这个。他们吃过整鸡，还有那个鸡脖，没有吃过鸡头呢，还。刚绞完耳朵，第一次让他吃肉，让他这次吃点鸡肉养养。吃吧，这边这边，坐。你看这七天。缝完针之后，这个耳朵上绞了绞，缝完针七天没给他俩洗澡，这两个小狗脏成什么样？今天那个上午给他们拆完线，然后就是，再让养几天，把这个耳朵上这口子全弄好之后，然后再给他们洗澡。得让他们学会等待。对。等，坐，太子坐。没让你们吃，先等一会儿啊。看着我呢，在这。还拉开那小舌头，馋的都舌头都出来了。来吃。你看太子，太子，在盆里，在盆里吃。过来，在盆里吃。拉开又藏东西呢，又叼走了。出来，出来。他俩这几天没有吃肉，也着急。你看看。光想这一口叼住之后直接咽下去，但是这么大鸡头你也咽不下去。对，太子真会吃，拿爪子摁着点儿。你俩非得都叼出来，像这种鸡头都是练牙口，你看。练牙口，这个维生素也高点。嗯。太子吃的够快的，你看，嗯，人家掌握技巧了，看拿爪子摁着吃，嗯，他也吃完了，嗯，现在拉菲跟那个太子正在比赛吃鸡头呢，这是，这也学会拿爪子在这摁着吃了。他俩吃法不一样，吃法不一样，这刚吃三个，这吃了好几，第四个了，四个五个了都，嗯，
你的嘴里咽完，咽下去之后再叼。嘴里吃完，把那一个给他，给太子叼那一个给他。坐，拉开，拉开，坐。完了，抢走了。都不在。回来。他老是藏着吃，生怕别人。叼走一块就跑了。吃你那个，哎，这家伙吃完了，吃完了那个，你呢？这家伙吃了一个还占了一个，吃你那个，给你那个，拉开，拉开这会儿，是不是比他多俩了？这会儿啊，打经验了。他是把骨头嚼软。然后直接咽了，直接咽。嗯，来，孩子，再吃一个。这个鸡头还是偶尔给他吃一次吧。有点嚼不烂。嗯。就是说鸡头有这个微量元素，但是可以让他少吃。少吃，一个月吃一次。嗯、那时间隔得太长了。等喂那几个大狗的时候，少给他俩拿几个回来。嗯，对不对？让他练练牙口。太子，你看，把那个吃完。打你啊！一会儿把这个你也吃完了啊。对，把那个吃完。你看这骨头，嗯，都嚼碎了。把骨头吃了，这样补补钙。他把骨头全给嚼软了，嗯，一会儿咔叽一下就咽了，你看着点。嗯，这拆完馅儿，这小耳朵马上就能立起来了。嗯，现在还有点肿。嗯。啊！拉开这小肚起来了啊。嗯，太子这肚也起来了。太子也行，还是吃这个管用话。嗯、对。嗯。一人吃个七八个就开始。这肚子就起来了。你看拉开的样儿，都嚼烂了，你看。嗯。哎，咽了。咽了。嗯，就这么快。拉开坐，坐，拉开坐。别找了，这儿呢。坐，坐。对。吃一个吧，看你俩吃这一地，不在盘里吃。嗯，每个人吃个大花脸。呀，都是太子。这家怎么就这谁？太子。这谁干的？你把盘端起来。叼这么多。都是太子。我这出去接个电话，你俩就这样干是不是？啊，哎，不是人家拉开，是太子。我知道，这家我低着头，你看，太子坐。罚你一会儿，坐，太子坐，太子坐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，吃你就吃呗，你吃一个还不行啊？把那个叼出来，然后再拿一个。也看你看拉开这个跟太子这肚子已经起来了，但是也不能让他先吃这么多，一人再来一个，就是过一会儿让他跑跑溜达溜达，然后再把这个鸡头再给他吃，猛一下吃这么多，怕把他那个肠道跟胃撑坏了。
对不对？这个小脸，给他了，最听话了，给你一个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下期咱们再见，拜拜。你拿出来个，剩下的留起来吧。对，你过一会儿就是。太子给你一个。好嘞。嗯，看那小花脸吃的。吃吧。